黄玉梅吃过见过，知道什么是好的。这是我先生方学文，我们刚结婚，他没本事，也没资格影响我。玫瑰啊，遵从自己的内心，怎么选都没错。这一辈子挺长的。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，请关注、点赞并分享，下载 APP 解锁更多功能。我们下期再见哦！